我平常时拢食无门的卤味摊，但是即卖少年啊，食的无同款，爱装潢水，气氛真好，刷哩个爱是西洋的食物。像这种的餐厅，我即卖来入去，拢感觉头壳会晕呢。这个是 scone， 然后这个是 一种蓝莓辫子。蓝莓什么？辫子。鲑鱼班尼尼。是我的大麦啤酒，这是一杯哦。这是我们的培根薄饼，薄饼是吧？哇，你看这，那你嘛是真粗糙呢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冰巧克力这么漂亮哦。巴黎蛋糕是不是？那就是蛋糕啦。香肠。黄金。啊，德国式的香肠。那么是我女儿要请，我是未来这种所在。不过就是因为伊请来吃，我才知影讲，阮祖囝嘛是有品味，赞。